买贵了包退，好不好啊？好不好啊？感谢了，那来一辆买一辆，来了，老板大气啊，嘴好假嘴好啊，看不出来有没有？那你好好看啊，那你好好看 ，Z 九看了没有 ？Z 九没有哎 ，Z 九没有看哈，我不关注新能源的车，关注的比较少哈，关注的比较少啊。欢迎宝宝们来到直播间，感谢宝宝们的关注啊，感谢大家来到直播间啊，咱们直播间老板们点点。啊，咱们上点关注，下点赞，祝大家生活越过越灿烂。点点关注和分享，祝大家的钱包天天涨，天天涨，兄弟们。嗯，欢迎大家来到山东临沂卡泰驰军旅名车的直播间啊！我是你们的主播，我的名字叫做七七啊！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大家有什么想要看的车型可以和我讲哈。我们展厅里面现在有100多台车喽，咱们家上到几百万的劳斯宾利，下到8万的卡宴，9万的路虎。十几万的 BBA 展厅现车一排排啊，兄弟们啊，这个是啥腿？这个是大长腿，这个是1.8米的腿啊，这是1.8米的腿啊，不到30带空悬哈，不到30带空悬，没有了解过哈，这些车因为我们家没有的车，我基本上都不怎么去看。你像我们家的车，100多台车就已经够我，这已经够我吃一壶的了哈，我真的也没有精力再去研究外边的新车型了哈。没错，去。不去看啊，我们要好好在展厅卖车，去泰盛看看 V9 啊，去泰盛看看 V9。感谢宝宝的关注哈，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欢迎宝宝们，大家没有给主播点关注的可以给主播点个小关小注。是的，我们这里是山东临沂卡泰驰军旅名车啊，我是你们的主播，我的名字叫做七七，我现在每天是直播两场，老板们上午一场，上午的话大概在一个9:30，正常是9:30，但是经常不正常，但是呢可能会迟到，经常会迟到，但是。不会缺席，老板们。上午的话，9:30、10:00左右给大家来进行第一场直播。下午的话，大概在一个2:30、3:00左右给大家进行第二场直播啊，老板们可以给我点个小关小注啊。感谢宝宝们的关注哦，欢迎所有新进直播间老板们。大家想看什么车型，可以给我打在公屏上面啊。我们家里的话，现在现车有100多台了啊。咱们家的话，你像比较热销的一些车型 ，BBA 全系列，咱们家里基本上都有现车啊。宝马1系、2系、3系，一直到7系。咱们家全部都有现车，还有像新能源呀、特斯拉呀、理想啊、高和呀、啊腾势呀，啊，咱们家里全部都是有现车的啊，老板们，想要看什么车型，可以给我飘在公屏上面。并且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卡泰驰军旅名车哈，我们卡泰驰它是隶属于青岛海尔集团旗下的，大家应该也发现了哈，就是咱们现在就是全国各地有很多啊叫什么卡泰驰什么什么卖二手车的，其实全国的卡泰驰都是一家的啊，老板们，他们都是隶属于咱们都是隶属于青岛海尔集团旗下的，就是那个两个兄弟穿着裤衩子搂一块的那一个啊，就是做家电冰箱。洗衣机很出名的那一个，那、啊、咱们是青岛海尔集团旗下，所以说我们做二手车更加的正规，更加的专业。没错，我们每一台小汽车都有查博士 ES 级别412项的检测报告。我们家里没有事故车，没有水泡车，没有火烧车。如果说您在我们家里买到三非车辆，我们家是给您终身全额退款的啊，宝贝们。所以说车况这个问题您不需要担心，好不好？啊，好，感谢宝贝的关注啊，我在榜一，感谢宝贝们的关注啊，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欢迎你们，大家想看什么车型可以跟我讲啊，可以跟我讲，都可以带宝宝们去看，都可以给宝宝们简单的去介绍一下啊，好不好啊，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欢迎你们啊，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欢迎你们。嗯，不露水不买，我给你要不行我给你拆了，给你顶，给你安个雨棚子行不行，我给你安个雨棚子行不行，那玩意是吧，哎，我们家里还真的有一辆曼巴赫 GLS480 哈，我们家还真有一辆曼巴赫 GLS480。我跟你讲，那个车的热点，你们最近有关注过吗？那个 GLS480车顶顶棚漏水，然后那个车主找了一个雨棚给挡住了，那个车主找了一个雨棚，那个车就火了哈，那现在成了一个网红了。感谢宝宝的关注哈，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欢迎所有新进直播间的宝贝们啊，欢迎你们。是的。大家有什么想要看的车型，可以跟我讲哈，可以跟我讲。我们这里的是山东临沂卡泰驰军旅名车啊，我是你们的主播，我的名字叫做七七。咱们新进直播间老板们，上点关注，下点赞，祝大家生活越过越灿烂，点点关注和分享，祝大家的钱包天天涨。M9 的话，宝贝 ，M9 的话目前没有现车哟，目前没有现车哟。我们家现在传奇E9。
M 九没有现车哈，宝贝。如果说你想要了解我们家100多台的车源表的话，你可以点击右下角四个小风车私信我，我就给你打嘴巴子，给你胡嚼孽，你抓紧时间给我伸伸嘴来。我给自己两个大嘴巴子都不管用。感谢宝宝的关注哈，感谢宝宝关注哈。要我煮好有咖啡，要不你冲包咖啡喝水吧？你拜托了，我怎么养你了？有没有有19大哥传奇19你要吧？传奇19很好哈，23年的车，然后配置老高了。哎呀，感谢宝宝们的关注啊！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大家还想要看什么车，可以给我打在公屏上面哈。其实我是一个很淑女的人啊。是的。我是不是很温柔的一个人？是的，太温柔了，我都困了，大哥，你太温柔了。好的，车老板，你可以点击一下四个小风车私信我哈，可以点击四个小风车私信我哈。我真的，我真的，你很有特点啊，主播，你很有特点。对，我的特点就是我的腿很特长哈，我的腿特长。感谢宝宝的关注哈，感谢宝宝的关注，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欢迎你们。大家还想开什么车型，可以给我打在公屏上面，可以给我打在公屏上面。感谢宝宝们的关注，咱们先进直播间，老板们来，咱伸伸腿喊口号来，你伸伸腿啊，好，来给我使劲，听到没有？行。来，祝咱直播间的各位老板们万事顺心，多赚美金，万事兴旺，多赚英镑，万事如意。多赚 RMB 啊，大哥们！感谢宝宝们的支持啊，感谢老板们的关注。咱们有条件的可以给主播卡一个粉丝灯牌，对不对？那1毛钱的粉丝灯牌你买不了车，你买不了房，但是你能走进我们卡太吃的新房，成为我们尊贵的 VIP 客户，是不是？那句话怎么讲？你确定不是走进七七的新房吗？还走进卡太吃的新房？我就是卡太吃的 啊！你走进卡太吃的新房，就是走进了七七的新房。行，太好了哈！好吧，好、啊。那主播是个宝，丢了可不好找哈。那句话怎么讲？你跟着苍蝇找花朵，跟着苍蝇找厕所，跟着蜜蜂，跟着蜜蜂找花朵，跟着七七主，七七带你放飞自我啊！等现在啦，下播之后背背背啊！你怎么还再让苍蝇带你找花朵？主播你让蜜蜂带你找厕所吗？七是谁？七是卡太吃最美丽的女主播。是的，感谢关注，感谢关注，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欢迎你们。那直播间老板们有没有想了解车的？咱们说归说，闹归闹，咱们不拿卖车开玩笑啊，兄弟们。啊，我们这里呢是山东临沂卡太驰军力名车啊，我是你们的主播，我的名字叫做七七啊。七七是个宝，丢了它不好找。各位新进直播间大哥们，咱们左上角的关注一定要点一点啊。感谢宝宝的分享哈，你觉得我好，你不给我点个关注？为什么不给主播点关注？主播会发疯的啊。不给主播点关注就毁了，兄弟们。那小关注一定要点一点啊！感谢各位大哥的这个关注啊！是的啊，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欢迎你们啊！大家有想要了解车型可以跟我讲哈，我们现在现车有100多台喽。你像咱们家上到几百万的劳斯宾利，你像劳斯莱斯的话，咱们家里劳斯莱斯幻影、劳斯莱斯魅影、劳斯莱斯古斯特、劳斯莱斯库里南、都里南，那、库里南全部都是有现车的。然后咱们家 BBA 呀、车型基本上一些热销的车型全部都是有的啊，宝马的话，咱们从1系到7系全系列全部都有现车啊，1.2都没错。还有一下奥迪的话，也基本上一些热门车型咱们家都是有的啊，包括像那个奔驰啊，咱们家都是有的啊，还有新能源、理想，咱们家全系列都有现车哈，都有现车哈，而且省吃俭用的给你送礼，不用送礼物哈，老板们不需要送礼物啊，帮我点点小赞赞，帮我分享一下直播间就可以了。来，感谢我榜一大哥啊，感谢榜一大哥啊，榜一大哥不要停、给我榜一点点关注、啊，老板们，榜一大哥不要停啊，直接就给我录起来哈。欢迎大家到直播间，感谢宝贝的关注哈，感谢你们啊！大家想，如果说想要了解我们家全店100多台在售车源表的话，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四色小风车，点击私信主播啊，给我留下您的11位发财号码，或者是给我留下您的138小 VV， 主播下播会亲自回复你们的哦。包括我们家每一台车的内饰外观，所有高清5码写真大图，它的大本、它的证件照、它的插播式 ES 级别检测报告，以及它的一步到位的一个底价，全部打包发送给你。好，
咱们家里面卖车没有任何套路哈，老板们，如果说您在我们家里买到三非车辆，事故车、水泡车、火烧车，我们家给您终身全额退款的，老板啊，没错啊，那你买车就到卡泰驰，你的爱情不会起争执，买车就到卡泰驰，明天雅迪变奔驰，买车就到卡泰驰，你的人生会很值，啊！感谢宝宝们的关注啊！理想，哎，你怎么还在我直播间里打广告了呢？你这人真不地道哈！你这人真不地道啊！你咋？你卖给大哥？哎，这个萤火虫大哥，你就非得听个22吗？这大哥就是。你真不牢靠哈，你在我直播间里打广告哈，你这人他那个意思是看你和兄弟谁卖他，他就22，看你们俩谁卖他，但是啊大哥这22万6他确实他是一口你还怪精嘞哈，你这萤火虫哈，哎你还怪精嘞哈，你还怪精嘞哈，你跑熊熊那里问我问他22万卖不卖，你再跑我这问我22万卖不卖，不卖啊，不卖啊！感谢关注啊，感谢关注啊！你还怪精的哈，你这个人哈，你啊不卖给你，别找我买哈，不卖给你哈！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大哥，你给七七加点，你给七七意思意思，加个6K。你真的，你还怪精的哈，你这个人哈，你。